丰田地区在行政地理位置上包含花莲县寿丰乡的丰里、丰山、丰平村及寿丰、树湖与溪口等村的一部分，北邻寿丰村、南邻溪口村及东阁米镇村，地势平坦，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平地乡镇。早期先民为求更好的经济环境，辟山起林来到东部，运用智慧克服花莲纵谷地形，团结合作，勤奋创业，在身体力行中被传承下来，成为后世金传。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砖造瓦房，砖造瓦房。那么屋旁呢，那山沟里面那个小水沟呢，就是我跟那个江建清常常去抓虾和捉泥鳅，来给他爸爸去煮酒待客的，叫小溪流。那时候的我呢，因为父母亲都忙于农事，所以我们就在家带小带妹妹弟带弟弟，所以我背着妹妹，你看还得要这个煮饭，还得那个煮饭还要把饭呢用捞起来的，那最有营养的是来给猪吃的，你看后来呢旁边有一个蒸仓工落成的时候。做戏，那我背着妹妹去看。稍过一点呢，稍大一点，那我这个哥哥的外婆呢，就把我抓去，就去他家里看，帮他看牛。那就在大肚。台湾光复，台湾光复的时候，父亲呢，因为兄弟分家了，所有的田地呢都被我叔叔分去了，那么我父亲呢就没有田口耕，那么就知道是上山去挖煤矿，或者去偷木材。寿丰乡客籍人口移入时间分为清代、日本时代与台湾光复后三个时期。清康熙32年，因陈文、林侃等人的商船遭遇大风，船只漂流到花莲，在原住民部落居住了将近一年，这是清代与东部花莲的首次接触。日本昭和年间，东部除了樟脑糖业外，还有日本移民村及寿工厂，都需要大量劳力开发，因此吸引西部移民前来发展，以桃竹苗地区移入最多。台湾光复初期，日本人离去，留下大片土地无人耕作，移民村也空出许多房子，让丰田三村外围的移民能进驻村内。加上政府实施一连串的土地改革，可以取得土地耕作，同样的也吸引许多西部移民迁入。周街邻居的遐，有啊，有，周街去那座直男，那个三大，直男，所以唔记得水做，唔记得水做。刚来三十公尺一家哈，三十公尺，你老妈啥一座？挨遐，个老朋友。啊，你要买衣，行路啊，去啥？要啥潮流啦？刚来的大家做啊哈，边读书啊，边开太铺，哈，大铺，那做最大的机构最大的书啊哈，八层台，个层面多，我工人员咯，一天多。从移民村时期至民国60年，甘蔗一直是丰田地区重要的农产品。盛产期的丰田地区设有多条轻便铁道，以方便农民运送甘蔗至糖厂制糖。
寿工厂于日本大正二年开始着手寿工厂的新建工程。同年十一月旋即竣工。由于取水及铁路交通运送原料便利，官营丰田移民村及糖厂私设移民村相距不远，所以选定花莲港町的寿村绕西南岸为场址。日本大正十年又在光复乡建立了大和工厂。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，大正末期生产设备遭盟军轰炸，满目疮痍，无法开工生产，最后决定修复大和工厂而拆除寿工厂，仅保存酒精工厂部分，作为花莲糖厂的永续经营。迁徙到东部来的移民群，为了能顺应自然环境气候，其中以居住的污垢最为明显。早期多为简便盖成的穿凿屋，建造最省钱也省力的房子，和西部的瓦房泥砖屋十分不同。像是屋顶的制作过程，通常是在山上或河边采集的茅草，茅草不够用，就用甘蔗叶晒干作为材料，或较粗壮的尖针做横条支架固定与支撑茅草屋顶，并在屋前放置地牛，以免台风来时屋子被风吹毁。甚至当时有人做了防空壕，就怕像1958年的温妮台风再次肆虐。刘建德表示，他们家的防空壕可以容纳十多人，曾经和邻居们躲过几次，的确发挥过效用。不过随着住屋建筑越来越坚固，防空壕常年不再使用，现已荒置在菜园旁了。挑夫吗？他有最早是有我爸有挑过有，我经常有时跟我爸两父子一起挑啊，很多人啊，我们挑很多，以前整串呢，前后这样挑掉，我们这样挑一斤才三毛钱啊，一斤三毛钱，一斤三毛，那是你几岁？我十六七岁就挑了、啊，我十九几位挑几位做了，说我很壮啊。那时候挑夫有很多的吗？哦，以前很多，几乎社区都有空人都会去挑。以前我们那山上山顶上住也是十几户人呢、欸啊，你不要看上面那山顶上啊，顶的那个。对对对，是最顶的时候。哦。也住了很多人，也是我们第五年了。说以前我说会五六十户六七十户，就包含那上面那。算是第五年就对了。很多人，第一个他在上面工作务农有没有？就会像每天这样跑来跑去，就在上面搭屋，就专门住，就专门定居，就上面住。日本人走后，村民渐渐不再从事樟脑的工作，而是务农之余去当挑夫。当时有一条山路走到水莲，日本时代称为水莲月，现在称为米站古道，总长度约2100公尺。国道最早是在清朝时期，当地居民往山区打猎的小径。现在，国道则落于米站村的位置，也因地势陡峭，才得以获得保存。丰田地区的移民在信仰方面也与西部客庄不同，西部客庄几乎家家都设有伯公，而这里只有设置村前村尾的伯公庙，宗教信仰中心则以碧莲寺为首，是日本时代供丰田移民村的日本人参拜先灵及精神寄托之处。台湾光复之后，经过村民商议，在原址改奉药师如来佛及不动明王神位，并将寺名定为丰田碧莲寺，含义为弘扬佛法，信众洁身自爱，如莲花出淤泥不染之意。丰田地区的客籍先民为求生存，不畏艰辛，
披荆斩棘来到花莲寿丰，相信天地共存的道理，乐于融入不同文化，历经漫长时间淬炼，才能挥洒出坚韧独特的客庄色彩。